咱们有两个天才的这个钢琴家，嗯，有一个我就特别反感，嗯，有一个我就特别喜欢，嗯，谁？就不举名字了，嗯，就有一个我就觉得他是在表演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他那个一到镜头来以后，他眼睛就开始，就是我觉得他是在表演，特别恶心。他不是真正的沉浸的，他在这个作秀。尽管他很有名，尽管他出场费很高，尽管就所有人都说他特别棒，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我是看他一场音乐会半场退席嘛，我就不能忍受，我就不能忍受他的那种，在弹音乐的时候，在弹钢琴的时候，冲着镜头去那个做那种，好像他知道这时候世界上人们都在看他，我需要表现出我对音乐是多理解的多么深刻，我对这个曲子的感受是历史这样的，